公營醫療所公聯家居護理服務隊咧，其實係喺初級衛生保健網絡嘅基礎上邊咧，同政府合作互補，從而完善各項醫療服務。喺呢個大方向下邊咧，公營醫療所喺得到衛生局嘅信任同支持下邊，喺2004年5月份咧，我哋就成立咗公聯家居護理服務隊。咁佢首要工作咧，就係為衛生局轉介嘅不良於行嘅病人咧，提供一啲上門診治同埋護理嘅服務。喺呢段疫情期間咧，公聯家居護理服務隊咧冇停止我哋嘅家居服務。病人同佢家屬一方面面對住迫切嘅醫療需求，另外一方面咧，疫情對佢哋造成一定嘅心理負擔。我哋嘅服務隊咧，上門為病人同佢家屬提供適切嘅醫療服務，另外咧亦都提供咗相關正確嘅疫情嘅信息，盡力減輕咗病人同佢家屬嘅心理負擔。